你再倒过来看嘛。现在是沙漠大胃王时间是不是？现在是猫不起来时间。姐姐，你的手那边家里擦一擦。哎呀，你做完这样哼。先拍掉了，擦一擦再重新洗一次。好，擦一擦。林瑞五四三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林美。我是林一。我们今天在百货公南港百货公司的大叉屋。大户屋。大户屋。这是妈妈的，这不知道叫什么。餐具，然后猪排直接放这边。对。小心哦，这个汤比较烫，先放这边。这个芝麻是要用磨的。芝麻稍微磨一下，加到酱里面，也增加酱的香味，然后搭配猪排。好。那这个是生菜的酱。好。那白饭、味噌汤还有高丽菜丝会去加。好，你自己磨。好，我点的是杀猪里脊，接我来看有没有摘到鸡肉排定食。我想看你摘得到吗？我想看你搅到了吗？好香哦！妈妈的是什么？碳烤石蔬鸡肉，配咖喱酱，300。接着是280。我的是100，好香好香，香味出来了。我们加小碎，你要磨的，用转的，对。姐姐，你要南瓜吗？姐姐，啊？南瓜好不好？南瓜好。谢谢帮我好冰哦，小姐订阅我，小声的小铃铛。
这里面还有赛车哎、欸。